军日前被音乐时代剧团新剧隔壁亲家林时汉角事件曝光后，总监杨忠恒却反击表示，朱海军经纪人开出的价码比四月望雨涨了4倍才无法合作。对此，朱海军21日也反击说道，目前都只讨论到剧本角色，其他细节都尚未讨论，哪来的涨4倍的价格？而24日总监杨忠恒也透过音乐时代的社群发文正式向朱海军致歉，文中表示，妖艳未成的事件是剧团内部洽谈的过程以及处理的方式不够严谨，才会造成海军无法如期参演，更提到海军是个善良单纯又认真敬业的表演者，直呼误会是短暂的，但友谊是长存的，未来自己与伙伴们都很欢迎海军回来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先前造成的困扰希望有机会能够弥补。天文一出， NONO 也立刻转发表示，真相只有一个，这个道歉声明表示之前说我们涨4-5倍都不是事实，我们提出多少金额却演变成坐地起价的倍数，发自隔壁亲家的道歉声明表示这错误似乎是所有参与的人都应该共同承担的事，最后他也非常感谢好友们的关心。